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魔鬼飞机。我用的纸边长20厘米，首先把两边对折，展开，上下边折向中间的折痕。展开，旋转一下，这样摆放。从下面这个点把这个角往上折，使这个角落在这个折痕上。这一侧也一样。然后翻到背面，下面两侧的边折向中间的直竖线。放到背面，把这个角往上折，对齐上面的边。翻回来，下面的边折向中间的直竖线。翻回来，把这里撑开。翻折下来，翻到背面，把这个角往里折，翻回来，沿中间的线把它对折，上面的部分往下折，使这个点对齐下面的边。背面也一样，展开一下，小角稍微往下折一点，这一侧也一样，形成这个样子，然后这个部分可以稍微弯曲一点，这样一款飞机就完成了。关注折纸王子学更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